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本期节目内容如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 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热潮的担忧，特别是关于这些领域的学习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人工智能的快速崛起可能会改变工人所需的技能，使一些任务和角色变得过时。Bloomberg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警告年轻一代不要过度追求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学科的学习。他认为，在人工智能 （AI） 主导的世界中，具有同理心和创造力的技能可能会蓬勃发展。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皮萨里德斯表示，从事某些 IT 工作的工人冒着在未来被 AI 取代的风险，他们正在为未来的 AI 进步铺路。 尽管皮萨里德斯对 AI 对就业市场的整体影响持乐观态度，但他对那些希望借助技术进步的 STEM 学科的人提出了担忧。他表示，尽管目前对 STEM 技能的需求迅速增长，但需要更传统面对面技能的工作，如酒店和医疗保健行业仍将主导就业市场。他补充说，对这些新 IT 技能的需求，他们本身就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定义、人物与事件、影响。 定义与背景：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因其在市场设计和匹配理论领域的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人工智能 （AI） 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皮萨里德斯提出了对 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热潮的担忧，特别是关于这些领域的学习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影响。 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许多传统由人类执行的任务正逐渐被机器所取代。皮萨里德斯教授指出，即使目前对 STEM 技能的需求在增长，但 AI 的发展可能会使从事某些 IT 工作的人员在未来面临失业的风险。同理心和创造力的重要性在 AI 主导的未来，皮萨里德斯强调了同理心和创造力等人类独有的技能的重要性。他认为，与 AI 相比， 这些技能在解决复杂问题和进行人际交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面对面技能在 AI 时代的价值，尽管技术不断发展，但需要人与人之间直接互动的职业，如医疗保健和客户服务等领域，仍将保持对人类工作者的高需求。皮萨里德斯提醒我们，这些面对面的技能在 AI 时代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影响与启示。 皮萨里德斯的观点引发了对教育方向和职业规划的深入思考。他的警告提示社会重视培养人类独特的社交和创新能力，而不是单纯追求技术能力的提升。这对于那些即将步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关于未来教育和职业选择的重要参考。总结：皮萨里德斯的警示不仅凸显了 a r 技术对未来工作市场的深远影响，也提醒了我们在追求技术发展的同时。 不应忽视那些仍然依赖人类情感和创造力的领域。他的见解为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教育和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哪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 STEM 学科学习提出了潜在风险的警告？并且，他们的主要担忧是什么？是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的学术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Christopher p i s s o r i d e h 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 他因其在市场设计和匹配理论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提萨里德斯教授的研究对理解劳动市场中的摩擦和配对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贡献为他在二零一零年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STEM 教育的普及与挑战。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转向高科技和信息化，STEM 教育受到了广泛的推崇。教育机构、政府和行业领袖纷纷,纷鼓励年轻人学习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以适应未来的就业市场。然而，这种趋势也引发了一些专家的担忧，他们认为过分依赖 STEM 可能会忽视其他关键技能的发展。皮萨里德斯的警告，皮萨里德斯教授在一次采访中提出了对 STEM 教育热潮的警告。他指出，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步的当下，那些专注于 STEM 领域的年轻人可能会在未来面临职业风险。 皮萨里德斯教授的主要担忧是，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许多当前热门的 STEM 相关工作可能会被自动化取代。AI 时代的技能需求转变，皮萨里德斯强调，在 AI 主导的未来，需要人类独特的同理心和创造力的技能将变得更加重要。他认为，尽管技术能力仍然重要，但在 AI 无法轻易替代的领域，如客户服务、管理和医疗保健等。 需要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技能将会更加珍贵，对教育和职业规划的影响。皮萨里德斯的见解对教育和职业规划产生了影响，促使人们重新考虑技能培养的平衡。他的观点提醒我们，即使在一个由技术驱动的世界里，人类的社交能力、情感智慧和创新精神仍然不可或缺。结论：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教授对 STEM 教育的潜在风险提出了警告。 他的主要担忧是，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 STEM 相关的工作岗位可能会被机器取代。他的论点强调了在 AI 时代，培养同理心、创造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性，以及这些技能在未来就业市场中的不可替代性。这一警示为全球教育政策制定者和个人职业发展规划提供了宝贵的洞见。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当前和未来的就业市场，特别是对于技能需求的转变？ 引言：人工智能的崛起。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正处于一个技术变革的临界点。AI 的发展不仅重塑了商业运作方式，也对全球就业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技能需求方面，AI 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职业结构和所需技能级、技能需求的演变，在 AI 技术的推动下，就业市场对于技能的需求正在发生显著的转变。 机器学习、数据分析和编程等技能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对于一些重复性高、可预测的任务，如数据输入和基本的客户服务，AI 的介入正减少对人类工作者的需求。AI 在工作场所的应用，AI 的应用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从制造业的自动化生产线到金融服务业的算法交易。例如，自动化的仓库管理系统能够优化物流效率。 而智能客服助手能够处理大量的客户查询，这些都是 a i 技术对工作场所的实际影响，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a i 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并不均等，低技能劳动力往往更容易受到 a i 取代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工作更多是例行公事和重复性任务。这种变化迫使劳动市场对教育和培训体系进行调整，以帮助这部分劳动力转型或升级技能。 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对于高技能工作者，AI 的兴起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他们可以利用 AI 工具提高工作效率，从事更加复杂和创造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新技术，以维持其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未来的技能需求。展望未来，对于能够与 AI 协作、管理和监督 AI 系统的技能，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同时，那些需要人类独有的情感、智慧、创造力和复杂决策能力的职业，如艺术、咨询和高级管理，将继续保持对人才的高需求。结论：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就业市场的面貌，特别是在技能需求方面。为了适应这些变化，个人和组织必须采取积极的策略来发展新技能，并重新思考劳动力的未来。 政策制定者和教育机构也需要制定相应的策略，以确保劳动市场的平稳过渡和持续发展。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中，如何培养和保持人类的同理心、创造力和面对面技能的重要性。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技能挑战。在人工智能 AI 迅猛发展的当下，人类面临着重新审视和培养关键技能的挑战。 同理心、创造力和面对面技能是人类独有的，AI 难以复制的能力。在 AI 领域的快速发展中，保持这些技能的重要性不仅关乎个人的职业发展，也是维护社会和谐与进步的关键。同理心的培养，同理心是理解他人情感和观点的能力，它在医疗、教育和客户服务等领域尤为重要。为了培养同理心，教育体系需要强调情感智能的教学和实践。 这可以通过团队合作、角色扮演和情景模拟等互动式学习方式来实现。同时，社会和企业文化应鼓励对他人的理解和关怀。创造力的激发，创造力是产生新颖和有价值想法的能力，对于艺术、设计、科研和创新型行业至关重要。激发创造力需要提供一个自由探索和实验的环境。教育应该减少标准化测试的压力。 鼓励学生通过项目式学习和跨学科课程来发展创新思维。企业应该为员工创造一个鼓励创新和容忍失败的文化。面对面技能的维护，面对面技能涉及直接人际交往，包括沟通、协商、说服和领导力。在数字化时代，这些技能可以通过实际的社交活动和公共演讲等方式来维护和加强。企业和组织应该提供培训和发展计划。 以提高员工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综合教育的重要性，在 AI 领域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综合教育变得尤为重要。这种教育模式不仅强调 STEM 学科的学习，还包括文科、艺术和人文学科，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通过跨学科的课程设计和实践，学生能够在技术技能的基础上，发展批判性思维和人文关怀。政策和社会的支持。 政府和社会组织应该支持那些旨在培养同理心、创造力和面对面技能的计划和倡议。这可能包括资助艺术和人文项目、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以及推动工作场所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结论：在 AI 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培养和保持人类的同理心、创造力和面对面技能至关重要。通过全面的教育体系、支持性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的积极推动。 我们可以确保这些人类独特的技能得到发展和珍视，从而在 AI 时代维护人类的核心价值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这是由一群科学家、经济学家、专业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专业，不存在预设立场。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六度 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的节目点赞，谢谢。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不能忽视人类独有的同理心。 创造力和面对面技能的重要性。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教授的警告提醒我们，技术的进步并不意味着人类技能的过时和失去价值。同理心是我们与他人建立连接和理解的关键。面对自动化和机器取代的风险，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培养和发展这种人类特质。创造力则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创新的源泉。在 AI 时代，创造力的价值将更加突出。 因为它是机器无法完全替代的。面对面技能则强调了人类与人类之间的互动和沟通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客户服务还是领导力方面，这些技能仍然无可替代。因此，我们需要在教育和职业发展中更加关注这些人类独有的技能。同时，政府和组织也应该提供支持和资源，以确保人们可以继续发展和维护这些技能。我们不能只追求技术的进步。 而忽视了人类情感和创造力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平衡发展技术和人类独特的能力，我们才能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中取得成功。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你对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和技能需求的影响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什么样的技能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变得更加重要？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